SK 动得很厉害 ，SK 最喜欢恐怖，最喜欢帮你调超小声，嗯，就没有办法，万杰帮你调一百。等待的时间只好打开这一款。等待的时间，等待伺服器。对啊，对，摇要开嘛。我看到繁星开了某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嗯，冰为 APP 正在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没问题。嗯，还没完、欸。好了好了，那就嘿，来连线喽。不行啊，那个一玩了半小时过去了。啊、你要说什么？对啊，我那你传的 DCS 地图哦。就是那对对对对对，我瑶这边我直接也有传给他、哦，没有，我以为是什么有新装材质包之类的。新装没有没有新装新装新装三重材质包吗？台中材质包，嗯，各地不同的，嗯，每个地方材质包不一样啊。哦，有没有发大财材质包？我倒还是真的有看过。你要到哪？你说下雨那个对不对？哦，下雨太可怕了，那个下雨就很恐怖哎、欸，很可怕，那个超吵的。下雨的时候就发财了。对啊，我还真的看过哦，很可怕，真的最可怕的那一种。嗯嗯嗯，那什么聊天室都知道我们去夜唱，然后去夜店。什么夜店？哦，你去夜店啊？哦，夜店，我要去夜店去的，不揪啊？对啊，唱的超好哎、欸，这边跳舞好多爽啊，还和你确实跳的蛮爽的，这超爽哎、欸，天啊！你是跳蛮爽的，你不要拉起来在那边跳，不要爆料，我才没有跳舞，我才不会唱歌跳舞，喵喵喵，不得不说。看你吃西瓜片，看起来感觉真的很好吃。要打爆你，要打爆你！有 IP 可以再给一次吗？还没给吧？我先把我那个画面切掉。好好，你慢来，你慢来，你慢来。这个看一下，一露出我就不好意思了，一露出就整个大爆炸喽！你真的是爆炸哦，会爆炸哦，真的会崩皮哦，会崩哦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已经在里面了，绝对不能露出的。手要挡好哦，挡好哦，我挡好了，我已经挡好了。遮起来吧，你们用手把云遮起来，快点。我已经遮起来了，遮着了，遮着了。遮好遮满。那个聊天室把眼睛闭上。天黑请闭眼哦。哎呀。当一切都已经请瑶帮忙之后，伺服器忽然间又好了，没关系，他可以漏 IP 了。他纯粹跟你作对耶，天哪，好笑哇！没有，他平常我就说我不小心弄到换 IP， 他平常换 IP 两三分钟就好了，他今天等于是弄了快二十分钟，最近比较久，最近比较久，伺服器快掉，比较傲娇一点。对，然后跟瑶说，伺服器。他现在换材质包怎么会跳一个画面？换材质包会有跑马灯？对啊，会跑那个人开始的时候。哦哦，我是没有其他材质包，我可以回来。哦，好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了。换瑶的材质包，换材质包。要哭了，还以为是戏弄啊。二箱，记得一样要遮好哦。二箱要遮，要遮好要等二十分钟了。嗯，对啊，真的。我觉得不止二十分钟吧，可能更久，更久。对啊，那伺服器就是傲娇，说哎，有一个你要换新的伺服器，不给不给，我好，我是你唯一的伺服器。看一下瑶的 IP 最后末两码。嗯嗯，啊，瑶的 IP 怎么了？末两码，下面的下面。哦，你说末两码吗？他是不是刻意挑的啊？没有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个吗？好吧，你看这个时间刚刚好啊，八点六啦！哎呦，哇哟，刚好八点六，八点六了。嗯，啊，回来了，你回来啦。刚去哈基那边偷个枕头出来，偷干嘛？偷哈基的枕头？干嘛偷人家枕头？你为什么偷别人枕头？我捡的。
我腰快断了，没有。你腰为什么快断？你老是断，你腰在干嘛？你要垫脚在干嘛？对，断了，我腰快断了，所以叫他垫你的枕头。他既让你的腰断了，所以他要借你枕头啊？啊？然后所以刚刚几个说他下午他下午在睡觉，对，在哪？你说。在房间睡觉。哦，然后腰快断了，睡醒之后腰就快断了。对啊，难怪我觉得，难怪我觉得下午在睡的时候隔壁有点精彩啊。结果说屁股还有点痛，哎呦，谢伟，哇哦，好喂，黄国之战，结婚系统正式上喽，哎呦，哎呦，所以今天应该可以好好的来体验一下。杰瑞好像还没结婚过嘛，哈哈，是很旧版的结婚。他当过小三，当过小三，他当过小三。哦，今天想结婚，尽量结，结起来。嗯，好，可以自选吗？那就间谍加结婚啦。好，好，都有。那洋洋，你最喜欢什么地图？中原大陆。有看到间谍吗？那就自由自海啊，好久没游泳了。我看到这两次，开到两次，有开启，有了，都开，好的，自由自海6000分，好，用我们随机分队抓哦，哈基是间谍，哈基是我们的人，我们知道。讨厌才去杀，帮你们先抓了，好，生物之过去，生物之票死他，快点，先票，他讲的最可以，先票他。要玩观众场的也在 DC 准备了，可以去排队喽。排队了，哇！你们排队了，哈基整个大解放一直抢着那个芝芝，真的，你们没看到，好可惜哦。他在上面跳舞，哎，真的是的，超嗨的，超嗨的。哈基都很爱跳舞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边杰克讲的话，我都听得一清二楚，哎，好棒哦。间谍哦，隔一面墙而已哦。对啊，清清楚楚哦。打字跟对面说，我已经找到间谍了。我知道间谍是谁了，死打倒哦。来，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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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好人。我是国王，我是平民。小雨很奇怪，小雨我觉得你很奇怪，对，为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结婚啦！哇，哎，500个垫脚石，哎，好棒哦，虾妹，超棒的，哇，有够虾的，他终于找到杰克了，哈哈，杰克好久了，哎呀，终于找到人。啊，好啊，给国王啊，给国王机啊！我的我的，国王来挖了，国王这边有，国王这里有，国王在挖，国王来挖我，好，等我一下，我等下就去挖，挖我这，我来了，国王这里也有，国王，国王来碰我这两颗，我够了，你们继续，你们可以走了，有了。啊！分我，碰我这两颗，他就满足了。很满足，非常满足。要满出来了吗？我真的那两颗给你，我就没了。哎呦！哎，我其他颗了，我好难得。哎，没事，扭到脚。哦，你要塞里哦，小心一点。好，可以。我来，我找这里又有两颗啦！哇，这么多，金光闪闪的，再拿你两颗啊！再拿，可以，尽管来。我在一样的位置啊，光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老地方，这里还没有其他人。我来了。其他人有没有忘记？你心有开麦吗？四个月了，一波浪符，对，不爽吗？不过你有开麦吗？有啊，我刚不是说没有啊？你刚刚没开麦？哎，有讲过一下。嗯，
20块就可以换下一个稿子了吗？啊、好，感谢雪花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像就可以挖了。想要挑拨离间，我帮你铺。挑拨离间，我来了，踩着我吧，光。我来了，我踩过来了，我踩着。嘿呦，哎咻，中间不要顶，200块的哦，好卡。哎咻，好，我过去了，去。去吧，国王，继续踩着我吧。国王要去抢钱了，我们的未来就靠你了。去吧，我要轻功水上漂。啊，我们跳失败了。他们已经先了，国王。哇，太快了吧！他们还没有投入，不然他下面他只挖上面，他忘了。哦，再往下，我再往下。对对对，他走了，他已经走了，他已经走了。OK， 他速度也太快了吧？对啊，我想他完全没有那个队友帮忙哎，我觉得超夸张，我觉得很夸张，人家可以丢稿子丢这么顺手，丢一下嘛，没差，再愿意吧，愿意吧，挖到了，挖到了，直接咻的一声往左边丢个，黄可以帮我集铁吗？我还没死，啊，你还没十块哦，好了，这里，你来我找我，哎呦，这里，砸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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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屁股后面有，咋扣咋扣，咋扣咋扣，谢谢。还缺的话来找我。你们高度多少啊？来来楼梯这边，楼梯这边一块。有都有的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感谢。太高了。有没有黄金？往我们的努力呢？等一下，我在回去的路上，等我一下。路途遥远。哦，声音可能被调掉了。阿江声音可以吗？行，不行，我觉得好累哦，想说等一下让你大声，好累哦，想睡觉，提振精神，回来了，然后不累，只是大家都哑了，哦，真的，大家声音都沙沙的，有一点点而已，没有很严重啊，然后没有以前去唱那么夸张了，我觉得听起来大家都喉咙都太响了，我觉得你们的状态都还行啊，我觉得还蛮一般的。比较嗨过头的是哈基的、啊，对啦，只有他而已，对，他在对面。因为哈基昨天感觉就是那个电源键已经坏掉了，对，哪敢拉上去拉不下来，感觉就是喝了些什么，真的，直接就卡在上面拉不下来。他有喝啊，有啊，他有、哦、好像有那一小杯。对他喝沙瓦，这个柠檬汁好特别哦，他叫做柠檬沙瓦，怎么这么特别？前面的人说很好喝，我就跟着喝了。哇，好会写、啊！他晚上就开始跳肚皮舞了，然后就呛了，他就呛了，他整天在那 party all night 那边，哦的，哎呦，哇哇，自己人呢、欸？哇，对啊，抓自己耶。抓到了！你看努比他杰克这么久，结果婚外情。对啊，对啊，错综复杂呢。哇，他自己人都不通融一下，真的，完全没黄金哎。真的，这一个国家是不是有点穷啊？啊，对不起啦，嘿啦，挖到十个。他现在好像还没更新。哦，你找的有没有那个帽子？嗯，帽子、哦、打错了，厘米，天了，看吧，很累吧？看来大家都累了，打成厘那个卢米米米鲁米鲁，我不知道，卢米，我还改掉了，感觉这个还是打错了。大家都扛了，要戴绿帽啊！杰克戴绿帽、啊，戴绿帽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对啊，上次也是李宁戴，对啊，他怎么这么容易戴绿帽啊？好惨，听起来好难过、哦，悲伤。果然，他很喜欢被戴绿帽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绿帽体质。我来挖钻石。我先来去放那个好了，水下的屋，水下的屋，好，嗯，啊，他在挖屋哎，啊，他还在嗨吗？他是很嗨啊，酒还没退啊，嗯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所以他等一下再开始唱歌，对他等一下唱歌了，我去搞他们的楼梯啊，
好，那等下可以刷屏了。大西瓜，大西瓜，他们唱那个刷屏进群曲，唱到自己那边大西瓜。对啊，很嗨哎、欸。他们就很喜欢西瓜，大西瓜。看他昨天吃那个西瓜，那一脸满足一样啊，对不对？真的、哦，很喜欢呢、欸，真的。你知道人家说男生的宿舍都会藏小本本啊，或者电脑藏什么东西，他就不一样、啊，他就是把西瓜都藏起来。你要找一下，你就看到哦，角落藏着西瓜，找西瓜在哪里？西瓜。找西瓜在哪里？一进去想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他自己的西瓜怎么都不见了？我说，哦，都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藏起来，都藏起来了。他不想让你看，你知道吗？西瓜是他的秘宝，嗯，他的大秘宝。真的好穷哦。对啊，海面上漂浮的。你看对面都300多、200多啊，我们就这样子的时间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会这样啊？因为我们有很多钱。我努力，我努力让这个国家发大财、欸。那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扭到脚。哦，你今天好容易扭到脚。这个地形设计不好，所以容易扭到脚。哦，哎，地形设计有 bug 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刚好他又没来了。哇，又是这样状况，怎么这么刚好呢？这么嘟嘟啊！临时有事，临时有事。我们等一下走路小心，别扭到脚、走一走会跌倒。哦不，失败了。丢炸弹。哦，现在还没那个啊，十分钟。我、哦、会不会爆、哦？会爆是炸，会爆，炸不死、哦啊。我是想要爆而已。哦，忘了会不会爆了？会啦，会爆。我记得是会，我记得是会。你可以来爆一下我看看啊，可以帮忙感受一下。放心，我在家等着你。我在地方家哎、欸。他在自己的家等着你，他想要一点，他想要你的拥抱，还要火花啦，他觉得他要来一点抱抱哦，对。没错、哦，有成功成功！你在砸他们的什么啊？对啊，楼梯啊，要砸梯子。哦、懂了懂了，这也可以那个啊，挖后面的石头它就会爆了。嗯，不是，因为石英不能挖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我在石英那边炸掉，然后放个箱子，他们上不来。哎、欸，你好猛哦！哦没有想到这招哎、欸，就只能游水上来了。小雨，我又没挖到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说你没看到、欸、开战喽！中间的钱，忘了。啊，离婚了。